三垒手啊，打到了三垒手，这个球弹得非常远，有二垒手接到传一垒，来不及了 ，safe， 大头黄志豪被这个强行球给打中了，他左边的肩膀啊，不要再打到脸了。哇，这个打得太强劲，而且这是一个最后一个不规则弹跳，对身体的撞击真的是蛮严重的。哇，而且这个球弹得非常远，打到肩膀，对。我二垒手陈江河的反应也非常的快啊，但是这个球弹到那么远，让二垒手都能够接得到，可见的这个撞击力道真的非常的大。强袭球，这不规则弹高起来喽。哇，黄世豪左边的肩膀被这个球直接命中了，刺拳给击中。哇，这个蒙德拉还是往一垒冲刺，对，是一支内安打。我的妈呀，最后那个不规则弹跳，弹的速度非常的快。